下面请您欣赏八马褂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、郭德纲。谢谢各位朋友。哎，回到家乡演出啊，打心眼里边高兴痛快，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亲爱的父老乡亲，是在跟郭先生搭档。您客气啊，那离太远看不见了。反正我们都不错。嗯，心里头啊特别的激动。嗯，不瞒您各位，内心都佛疼了，是吧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个等疼啊，都疼疼了。哎，是吧？沸腾沸腾。哎哎啊，对，内心都沸腾了。您别笑话我啊，我这个人呢不会组织语言，不像刚才那二位大学毕业，是吧？咱跟人比不了，小学生的水平。你客气了啊。那郭德纲先生不用我过多介绍了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朋友们对郭先生都很熟识。这跟电灯电话有什么关系啊？屋里有电灯，大伙儿举着电话哦，啊，对您进行一个最后的留影。什么叫最后的留影啊？今天最后一个节目了啊，今天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大家熟悉郭老师啊，说学逗唱都比较全面。哎呦，既然咱回到家乡了呢，怎么样？净说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哦，咱呢别开生面。您打算？刚才不有那个唱京剧的吗？是是，我也给您唱一回。哦，我给您唱一回什么呢？啊，我一提大伙就欢迎啊，《太平歌词》啊。哎，你看看。还真是有好几个观众在响应。哎，有鼓掌的。嗯嗯嗯嗯，《太平歌词》，我跟您说啊，嗯，濒临失传了。濒临失传了。师傅师傅，没有人会了。师傅师傅，嗯，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。他要唱太平歌词，我听他介绍了，是吧？啊，您不知道他，我还不知道他。不，他怎么了？我跟他合作得有十来年了。那是得有了。他那个破锣嗓子我太了解了。这没有破锣好听啊。他左嗓子呀，就是他的嗓子是不行的。嗓子不行啊，是他本身不行啊。是，但是太平歌词呢，他会的数量也不行。哦，这都不行。他不行，他多说太平歌词三对儿。啊，三对儿？不能吧？太能了。你们是不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个不和谐的地方？不光是合作的时候，台下也不和谐了，就快撕吧起来了。那你们不能大庭广众说这种话。我们不能骗观众啊。哦，他就会三段。那你，我不敢相信你的话啊。你看你看，真的有什么说什么。老高来这么些年了，他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胸毛还有腿毛呢，真的。你都看见过是怎么？他有点反祖啊。啊，高老师啊。哎，您先生，听说您要唱太平歌词了。我自己宣传的。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，也是必修课啊。您给大伙儿唱唱，我们来欣赏一下。您给鉴别鉴别。好啊，太平歌词啊，嗯，这个俗透那个段子我还不唱。哼，我唱的都是比较偏门一点的。你听听。那也三段。哦哦，如果您要是不会的话呢，嗯，希望您不要自杀。我怎么这么大气性呢？我怕您想不开。我想想。那我可准备开始唱了。太好。好了，嗯，啊，我那个乐队也没来。哎呦，这，乐队没来，我就自己唱了。那，啊，好好好啊，太好了。您准不会啊？你看我很期待。就是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听这个啊，来吧。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。老刁，臣老刁，老高，老高刁，老。还大老刁呢，是吧？汉高祖有道坐江山。对对对，您这头一句没唱完啊，我徒弟就接上来了。他那属于是回音。有这么大的混响吗？啊啊！韩信算卦，哟，这段您听过？就这个门口，一分钱听七段。啊，我要听一段多少钱呢？那看你的饭量。哦，这不是正式的唱，这叫热身，溜溜嗓子。好，人知道吗？没正经唱，这是白饶的啊！是是是，哎，还剩两段，再来一段。你这孩子有，你看好，再来点不会。你看咱们正经开始了，换正式这段啊！好，注意听着，我很期待啊！注意啊！哎，那隋炀帝
悟道他行师兄啊，师父老道全力老道功，你才老道呢，可以了啊，又怎么了？这段这他又会了。我问你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你说就说出来，没事，不丢人。秦琼观阵。对啊，秦琼观阵的。有两下子，这爷俩一合手。不是，这有什么意思？我回到家乡了，当着各位朋友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打真根里都特别高兴。您来来来，您给我来个字儿。这什么打真根里边？谁听得懂这路话呀？啊，这不天津话吗？啊，废话啊！你怎么回事、啊？您要真唱，您得来那个没有的。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啊！那您还客气什么呀？对不对？您明天后天还两场演出。哎呀，高老师，您这么大锅的干？哎呀，当堂不让父，来吧。父，您别瞎比划，当堂不让步。啊，是举手不留情，得嘞啊！今天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我那压箱底儿的，你看看，我就不相信这个节目你也会。这句相信说明你是河北省来的。昨天，天津过去属于河北省，那是那昨天的事儿。我连夜整理出来的，呵呵呵，我连夜找那个老唱片，哦，连夜整理出来。哎呀，出唱片也疯了，录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嘿，你都没听过啊啊！注意听这个啊，你这是你说的最后一段，是真的吗？您看着，哎，注意听着，来高老板，那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房梁啊，二字儿写出来上短下横长，三字儿写出来横着桥串字儿模样。小师傅，你一叫唤天都亮了。什么叫叫唤你？那唱片好像就是你录的。不能啊，识字令了。人家过去录唱片是为了挣钱，谁录这个破玩意儿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识字令。不是您咱别玩笑啊，刚才栾云平说了，说您就会三段。三段我还一劲儿给你褶着说，没用、啊、到现在那不得一段一段唱吗？这刚第三段能说我会三段吗？对不对？我要告诉我这个人缘都回到你的身上了。不是，人家这还有拿手的啊？不可能了，老高，您来正经的，来正经的呀！啊，今儿我会30段、300段，今儿我不唱了。呵呵呵呵，太可气了，你们！不是，我没说别的。哦，唱一个接一个，唱一个接一个。好容易回到天津演一趟，我这天津大礼堂，我10多年我没到这演来了。那你就是没演过啊？没演过。各位亲爱的友友，你原来演那个，你演演，您说这都没用的话呀！就是，眼睁您唱的这个我们知道。给我来个难堪，没？给我来个难堪，我这脸面，你说这你说往哪儿搁？你踢我干嘛你啊？嗯，我这蹄儿哦，像话吗？完了，不你，我算看透你们了。不是，哎，多日子不见面了，哎、回到家乡演出，哎、没两分钟打起来了。老高，给我来个字儿，这叫没两分钟，哎、这叫没两分钟。啊、行了行 ，OK， 行，干嘛？你别生气，有话好说，你说不了，这年过的这无法沟通。原来我打算今年过完年呢，等于我就叠了，就完了。没想到你们给我加速了一下，早叠了。哎，哦，完了，打今儿开始，朋友们，你把手机准备好了。哎呦，又坏！你别，你把抖音准备好了。不要煽动自媒体了，咱们够热闹的了啊！直播啊，咱、哎、我们也直播、啊，没拦着，一直在直播呢，在直播呢啊！即日起怎么样？高某人退出德云社，谢谢。朋友们，这是观众的福气。高某人，不是什么话，这你看，即日起退出德云社，哎，太好了，加入民主剧场的演出。我以后就不来了，朋友们。哎，您贵姓是冯是吧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咱就不见面了啊。打这儿不来了，你惹的祸，你劝劝吧。不，怎么这么这么请这么大脾气，这哪说理去？你看这么一看都谢顶了，你看了吗？打后边看秃子厉害，你要再不拦着他，哎，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走了，我退出德云社，这都录下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反悔也没戏了。你怎么？你又失禁了？是怎么着？什么？怎么又找节骨眼又下去？不是，我得想走了，不是找节骨眼，演完了，演这我节目我演完了。你够点了不就演完了？你们俩演吧，前面大了，你们演吧。不是，你先他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那是走啊。你是真走啊，还是跟我们这儿逗着玩呢？你看这意思像逗着玩吗？像逗着玩吗？你对不对啊？不是，有这么逗着玩？走了就不来了，知道吗？退出德云社，还要说几遍呢？不是，至于不至于？至于，台上这么窝人，当面跟来对面撅，好看吗？那个，拿你当双截棍了。你把我搁这儿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不是诚心搁，你就这能耐。什么就这能耐？第三段你假装说我不会，不就完了吗？我能假装，他假装了吗？行，你们爷俩就这样，
啊，你们就这么长，就这么长，不是、啊、真走了，真还真的等二年呢，落实了，落实，还回来不回来了？走还回来？不来了，打这儿开始，永远不见你们。哎呦，我先谢谢您，断道，谢谢您，断道了，真是这咱两高兴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行，走走可以啊？可以，老拦你老拦我。你那你把这个给我脱。哎哎哎，你把这个给我脱，你干嘛你？给我脱。干嘛？干嘛？哎哎哎，别哎，干嘛你？给我脱。哎。你给我脱了，不是，哎哎哎哎哎，别真走，哎，不是，你给我脱了，你干嘛你？你给我脱了，你要里头那要外头这个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要外边这个，里边这我想有味儿，不给你，你干嘛？就是，哎哎哎，不是，哎哎，不是，哎哎哎，不行，不行，你给我脱了，我别把你脱了，给我脱了。哎呀，撒泼来了，跑这儿！你给我徒弟搀起来吧，他身体不行。你自己能起来吗？你给我脱了！快快，这你快起来吧！我给你脱了是，快起来起来！啊，让我给他脱了。不是，有话好说，你们俩这是怎么着？你归位，归位。那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们这演员就这素质啊？是我们演员就这素质啊？那个，那个还不如你了啊？哎哎，对呀、啊。他走就走吧，咱也不差这一个半个的，真的啊！哎呦，我就快气坏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们还气坏了啊！你真的速效的吗？行了，你先说吧，怎么着啊？他穿那东西叫马褂，这是对吧？就这个哈。哎呦，直喘啊！对，这点钱太难挣啊！可说是，他穿那马褂我的，你看他穿的不合适，跟内衣似的。我打刚才我还纳闷，这蓝袖口出来这么长，这是啊。就兴这个你不懂，没听说过啊、嗯、你一看就是兴的啊，传死我了，因为马褂的他这得跟外边一起才行，您这个一会儿脚脚不就行？等会儿哎、嗯、人家说了我得问问你，您问这马褂谁的？走了，打这开始走了，这干嘛不要紧、嗯、走是肯定得走啊，得走啊，马褂是谁的？您问这个？对，这个我穿着呢啊，是你穿着呢、啊、我穿着呢，狗穿着我就不问了、啊、狗穿着你、啊、狗穿着也得问，也得问。废话废话，什么意思？这衣服是谁的？这人呢说话聊天 啊他就不讲道理，那夸我呢，我穿着一件衣裳、嗯、你过来问我是谁的、嗯、这都不像话。这怎么不像话呢？怎么不像？你大街上走着一先生、啊、你过去了，先生你穿这西服是谁的呀？我凭什么呀？对呀、啊、你凭什么呀？是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不干了，走之前得问问呢、啊、我非得问，多新鲜，这是谁的？你就问这个。对，这马褂嗯，那孙子的。嗯，你这一下把我辈儿也拉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反正你们爷儿俩，你们爷儿俩知道吗？那你们也爷儿俩啊？别，他的这个马褂是他的，是他的，给他。嘿，你说多轻松啊！是他的，给他，就是给他，不能给他，不是凭什么不能给？凭什么？对了，这当时给他，他要是撕了怎么办？你管着管不着啊？人家的衣裳啊，凭什么不给人家？那我也不能给他。这个我不是从他手里借出来的，你从谁手里借出来的东西也是人家的呀？那不行，你这都不知道，你跟人瞎掺和。我们这里头有故事，这里有事儿。啊啊啊！这个我是从他母亲手里借出来的，他们老太太啊啊，你不挺熟的吗？我知道，对不对啊？那天呢，嗨，别提了，我在家里头接着一电话，说是德云逗笑社呀，第四季呀要开始筹备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消息啊，嗯。有点超前了，对，第三季还没拍呢，嗯，那提前呢，有点准备啊，嗯，打算让我呀，当这个主要演员，完了，没收视率了，主要演员，人是要求什么呢？穿这种啊大褂套马褂的形式参加，啊、哦，大褂咱家有啊，对，马褂咱没有，嗯，你说因为这个把这事儿驳了，让人家栏目组也下不来台，哦，是，是不是啊？我一想啊，就那小子，他家里有，别废话。他家里有，我说去借一个吧，嗯，做一个不值当的，是不是？去借，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呢，他母亲出来了，我说嫂子，咱们这个云平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，对，就是、嗯、让他说云平在家吗？嗯，哎呦，还提呢，好家伙，这个你妈多大岁数了？我妈要孩子晚啊、哦，有点太晚了，这个出去都不回来呀、啊，出去玩去了。你找他什么事儿啊？问问吧。我说那个大嫂子，他不在家。那个对了，我想起他有那个马褂，能不能借我一身穿一穿呢？嗯，哎呦，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嗨，我们这不是逗笑社吗？特意邀请我参加，得穿这么一件衣裳。我知道他有，借我一个行不行？哎呦，行，那衣服有的是，等着我给你拿去。嗯，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一件，就是这个，啊，就这件、嗯，哎，挺合适的这个，就是这个，
给您拿着穿去吧。我说谢谢您，我刚要走把我叫住了，等会儿先别走啊，我呀嘱咐你点事情。嗯，你跟这个云平啊经常在一块儿吗？我说我们一年能见上几回，那就行了。这叫什么合作伙伴这是啊？一回就好几个月。哦，那就行了。云平这个人呐，在外头说话是云山雾罩啊，招三不招两 啊。有的时候一来跟朋友聊天就让人问住，他经常让人给搁那儿。你跟他说话呢，聊天的时候呢，你有学问，嗯，再遇上有他回答的不像话的时候呢，你往圆满处给他解答解答，你给他圆滑一点，你给他兜着点，嗯嗯，别让他栽跟头现眼啊。算我呀，托付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嗯，这马褂穿走吧。哦，明白吗？哦哦，穿他这马褂不白穿，明白了，对他有好处啊。你要这么一说呢，这我们就听懂了，省得他栽跟头。这个，你母亲呢说你说话有问题，96了，要孩子太晚了，要早结婚呢，民国时候就有你了。是，我也一直催的。说你说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云山雾罩，经常让人家问住了，问住了回来就难看，所以托付他逢这个事儿的时候给你往源泉处说，要从这个角度出发，马褂不白穿。什么就不白穿？你看你问问他刚这么说的呀。是云山，你跟他，你问他去，你问。哎，嗯，你还走不走了？不走可以。嗯，那咱聊聊吧。聊哪方面啊？就是你最不爱聊那方面。哦，演出费。这多得还我。什么呀？这马褂。这个，嗨，这你又不着急穿，对吧？过些日子再说吧。逗笑社第四季是2028年。你这甭废话啊！这多得还我，得有日子。这个。对。穿些日子。多少日子？8月节。八月节，8月15我给你送去，行吗？没听说，够意思吧？不行不行，嗯，现在刚2月份。对呀、啊，3天，三天日子太短了，3天那才礼拜几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个什么吧，五一给你送去。五一？五一？不，五一你穿着该热了。我不嫌热，逗笑社我得排练。不，一礼拜。最后死口了，一礼拜不行，一礼拜日子太短，一礼拜你今天礼拜几啊？礼拜二，今儿礼拜二，一礼拜不还是礼拜二吗？那没动会啊，这不废话吗？这吗？不行不行，咱呢那什么，妇女节我给你送去，38妇女节。不行不行，那天我正过节呢。你正过节，对我给你当礼物。你甭吧，一礼拜，下礼拜二啊，十天，我踹你了啊，十天，一礼拜，你别真踹呀、啊，10天，真10天，真送吗？10天。行吧，行，10天，今天14号，今天14号，再到14号，行不行？你怎么算的10天？那是10天吗？那个10天呢？别，24号啊，24号，给我送去。24号行，晚点，夜里3点给送去。夜里3点是25号。夜里那你说几点？有夜里3点接马褂的吗？你说几点？早起9点。起不来。下午6点给送去。6点进我们家，你又吃一顿是吧？对，什么对？6点不行啊，上午10点吧。10点不行，中午12点吧。你还是吃我一顿啊？12点。不，10点半。11:40。11点。11:20。11:10。11:14。行。你们俩太没劲了，我告诉你啊。11:13。行，可以了。我找大师算了。行，好家伙。13:14的吧。嗯，行，挺好。行，他也不走了，啊、不走吧。哎，待，待着吧。德云社演着吧。啊，是啊，这不挺好吗？是吧？哎，他刚才说我什么云山雾罩？这说话没谱。您是觉得可能吗？这，我是咱们单位，我不敢说什么领导啊。嗯。人家评选什么副总？嗯。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？啊。总队长能云山雾罩吗？嗯嗯，都知道我是您爱徒。对，您确实挺喜欢我的。是，您最爱的一徒弟能是云山雾罩吗？对，咱们姐儿俩多少年交情，这就来了，这就。你不叫栾云平，你叫栾云山吧？啊，云山要雾罩了。就是咱们怎么拎的？爷儿俩，咱爷儿俩那么些年了。对，您能不了解我吗？是，说话云一板一眼，嗯，一个兔米一个钉。从来不说谎话，说我呀，嗯，而且我跟您说，他那马褂穿着那样，我不在乎这马褂啊，
这有的是。是啊，同样料子，嗯，同样颜色的，这一件同样的啊，嗯嗯，就这个款式吧，我有12件。哦，就每个月换一件。对，粉的、绿的，什么花色我都有。哎呀，你都垮死我了啊！我就喜欢做个粉马褂啊，我就喜欢这个服饰。哇，这个它独特的审美，我所以他穿着就穿着，穿吧，没所谓。是的，但是我就怕，也怕他不还，我凑不了那12个。哦，您明白这意思吧？明白了，穿就穿。嗯，我最喜欢这个传统。嗯，爱这个。我最喜欢传统。嗯，你看我这节目也是新节目，咱不行，短板。嗯，咱闭塞，喜欢马褂，喜欢大褂。出门，你现在那豪车呀什么的，我也做不得。不爱。我就喜欢，要不然坐个轿子呀，老范儿啊，出门骑个马呀，我就喜欢这个出行骑马，骑马挺，为什么叫马路啊？对不对？人家就给马走的呀。我从那个新西兰，知道这地儿吧？你怎么喝了又？喝。从新西兰，你说吧，你开心就好。买了这么一匹纯黑色的大白马，你给我住口！纯黑色的大白马，对对对，这就跟那个纯金的小铜佛、黑白大彩电，这不都一回事吗？不不不，纯黑色大白马，大白马怎么纯黑色呀？不是，原来它是白马，我给上的漆呀。哦，这个有点浪风抽的了。因为，不，我就涂什么许的呀？我怕它冷啊。我喜欢这个，纯黑色大白马。刷上漆就暖和了。对对对，我就出门，我不打车，我也不什么滴滴，我都不，我就骑着这匹马。哇，这好家伙啊！但是吧，怎样？我跟说不爱聊这事儿。为什么呢？真是，不挺高兴的吗？还没出正月，我不爱聊这事儿。啊，是是。哎，好，这花手绢，好家伙，哎，有年头没见了这个。嗯，就这么挺好的一匹马，怎么样？上礼拜啊，掉茶碗里边淹死了。哎，可以了啊，可以，可以了啊。栾云平，哎哎，这刚说完，这还在正月里边，你跟这嚎什么呀？啊，我心疼啊。你先别心疼了，这母子连心呢。你等会儿，还好，自个儿的骨血这是啊。嗯，这个我是可能没听清楚啊，您打新西兰买一个黑的大白马，大白马啊，纯黑色，这听明白了，大白马掉到茶碗里边淹死了。对对，当时那马还叫唤呢。不是，你不叫，这不可能的事。怎么不可能？你喝了吧？谁呀？马喝了？马喝是这个事儿，它不可能。真的？真的吗？有人知道。谁呀？他。他，高老师，你要拜师吗？没有，我也是太闲得慌了。您喊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有个事儿啊，我跟您念叨念叨啊。啊啊，有一个人呐，挺有钱哦，他去了趟新西兰，好地方，买了一匹大白马，挺正常的。这个大白马纯黑色，纯嗯。你是浪风抽的，你大白马。我问你，这句话是不是在家你爸爸说过？我爸爸经常那个说我浪风抽的。对对，他是这样的啊，他是因为这个刷的黑漆哦，保暖漆，那你就解决了保暖漆啊，那不挺好？这个但是这个马呢，上个礼拜掉到茶碗里边啊，淹死了。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哎哎，没睡醒呢，是不是？拿起嘴就说呀，不可能吧？哪有这个事儿啊？各位父老乡亲都是有文化的，你先等会儿再拖。他这事儿他是不合理的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不24号吗？不是24号，这纯黑色大白马，大白马呀，掉茶碗里，淹死了。这事儿你不知道？哦，这个事儿是他说的。没有。有，太棒了，就爱跟着科学家打交道，是不是？您说，您给解释一下吧。他当然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您刚才不解释得很清楚吗？我哪解释了？他是因为刷了黑油漆呀，啊，所以大白马变黑了。它不挨着呀，您不问这个吗？黑油漆是解决了为什么是黑颜色。您问的是？我问的是为什么掉在这个茶碗里边死的？
哦，嗨，您把问题说明白了我啊，这个您的意思，这么大的一个大白黑色马，哎，它为什么掉在茶碗里边能淹死了？怎么回事呢？你说呢？你问我呀？我不是您知道吗？啊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当然我得告诉你。好极了。哎，我要是不告诉你呢，嗯，你永远不知道。错不了。哎呵，他这个人呢，别看这么大岁数了啊，嗯，老有一颗童心。嗯，对什么事都好奇。哎，他这个就值得学习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个为什么大马能掉茶碗里边淹死呢？您给说说。他这个事儿我一告诉你，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不说不知道。那是。这叫话不说不知，目不转不透。哦，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。错不了。有的朋友说我不同意，哎，说这个砂锅呀不如铁锅结实，是吗？各位朋友您错了，这个砂锅这个东西啊，只要是你保护的好，只要不摔它，它就没事。嗯嗯，铁锅不结，哦，铁锅是铁的呀，对，铁的它不响啊，质地不一样。铁锅里边要是有水分沾上空气，容易发生西洋腐蚀，哦，最终生成三氧化二铁。是是是，铁的相对原子量是56，俩铁是112，氧是16，仨铁48，加一块是160。我问这干嘛呀？我。不是，就是砂锅，我连初二都没上去了，你跟我说这，我听得懂啊？我马上就到了，我懂这个，我还说相声去，我你再多上一年，这就都接触到了啊！是是是 是, 是, 是，没问您这个，就是说砂锅要不砸它，永远都不漏。那当然啊，砂锅不打，一辈子不漏，明白了吗？我可能刚才拦你拦早了，不要紧哦，活嘛。没问这砂锅，您问的是马掉茶碗里边怎么回事？哦，掉茶碗里头。嗯，哦，这事儿我得给你好好说说。嗯，这个不是现在的事儿啊，头些日子啊，是头些日子。对于现在来讲呢，那叫过去完成时。嗯，对吧？就是过去啊，过去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从前，从前呢。就是过去，嗯，过去就是从前，从前过去，过去从前，无需乎，否则然而，问题它是当然了。常言说的却好啊，它是奇变偶不变呐，符号看象限，是不是？它在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来说吧，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咱得把它掰开揉碎喽，把它拿过来之后，仔细的这么一分析，这么一考量，我这个意思大概齐的，您也明白了吧？哎，我糊涂了，我。您说了半天没有一句有用的呀，我说这么些关联词您还没关联一块，全是废话，还不明白？那是啊。哎呦，干脆不绕脖子了啊，今天也挺晚的了，各位朋友也是兴趣盎然，是是 是吧、啊、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您受累吧。说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淹死呢？为什么呢？它为什么呢？它这个茶碗呢，它是一个大茶碗，明白吗？您这个话说的呀，哎，又响又不臭。哦，我放屁呢，是吧？话可不是大茶碗像话吗？大茶碗也没有太大的，多新鲜呢，对吧？比茶碗大的那就是盆了，是是不是、嗯？那马蹄子也就才刚能下，还淹不死啊？那要比盆大的呢？那叫那就是水缸。哎，水缸那马反正噎咕噎咕，它也下不去。噎咕噎咕像话吗？哎，比那个水缸大的呢？那是就是澡堂子那池子了。哦，好好哎。这马就能下去了，马能下去了。对，那还能端着喝茶吗？嘿，对对对对对，谁端那池子喝茶？我看他不说，他不说，我得说了、啊。这个我这怕您说吧，快、啊，俩人向着了、啊。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嗯、他当然，他这个马呀，他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，他淹死呢？对，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注意，你注意啊！我注意啊！这马为什么能掉茶碗？他马怎么回事呢？哦、哎，您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您是不是缺钙？哎，我不缺钙，他告诉我注意呢、啊。哦，不要紧的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、哎、想起来啊？提个人，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。哎，这是天津人做事的风格，你提人吧，我就爱提人。太好了，我爱提人啊、嗯。这人呢，各位朋友都认识，您最熟悉。哪一位？于谦老师。嗨，那还用说吗？对吧？对，于老师是您的老搭档，对，也是他干妈呀。对对对，是吧？这个您这拿起来就说呀啊！我看他像个老妇女似的，不能这么形容人家啊。哦，哎，反正于谦老师啊、哎，最喜欢这些东西，是养个马呀，养个牛啊什么的，养点这个，于老师喜欢。他呢，从新西兰呢，在网上订了一个马。对吧？人家这京东啊给送来了，好家伙，那马屁也不给送了啊！送来之后呢，呵，逞能啊，显摆呀、啊！刚不是说了吗？骑这个、嗯、就上马路了，嗯，骑着这个郭德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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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有我这里头，嗯，上马路了，嗯，上马路上哪一琢磨上哪儿去呢？嗯，得奔远的地方，
城市市区不让待，怎么办呢？上郊区，郊区啊，到郊区想起于谦来了。于谦在郊区有一个小动物园，天打雷劈宠物乐园，不是天经地滑，你天经地不滑，就到那乐园去了，到那儿之后一看于谦，于谦一看他，呵，高兴，六目相对的时候，怎么还六目相对啊？还有马呢吗？不是，我把他给忘了啊。六目相对，呵，于谦高兴，一眼就看上这个黑色的大白马了，于谦高兴啊，哎呦，你看我玩马玩这么些年了，我就没见过黑色的大白马，你看看，我心里高兴啊，你这马能不能租给我呀？租给我玩几天，我给改个别的颜色。嗨，他们家有油漆啊。人说那什么干妈，您要是喜欢的话呢？还是干妈呀？那个干谦儿，您要干谦儿，怎么叫啊？怎么叫啊？这不重要了，你说事儿吧。哦，他没叫，您就啊，骑着玩去吧。你看看，让于谦骑着玩去。于谦，那行，那我玩去了啊，我玩去。您别这么玩去啊。于谦一琢磨呀，也是，人家心爱之物说两句好话，人给我玩了，那不成。我拿点什么东西跟人家交换交换，交换心理平衡，那得了，这马让给我了，我这书房的东西你随便挑，随便挑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决定挑您这书房。连锅端不成，这是我习惯，连锅端倒是不吃亏啊，挑一样，挑一样，他一眼就看上什么了呢？于谦有一个蝈蝈啊，咱甭说蝈蝈，那蝈蝈葫芦，就蝈蝈的家呀，呵，太讲究了，那葫芦好极了。您给说说怎么好法？这个葫芦啊，它是有名，它叫知道吗？它是这个流沙河的这个葫芦，流沙河的。唐僧取经是没拿走是吧？还流沙河的啊，有名，沙河流的，沙河流，对，沙河流的葫芦。专门弄这个葫芦弄得特别好。你说这是吹糖人的那是啊？这葫芦它也得有造型啊。好，面二出身啊。这个口呢，牙口哦，里边那个胆呢，都是金丝儿煨出来的。好家伙，一般都用铜的。这金丝儿啊，有钱，是是是，讲究。再说这蝈蝈，蝈蝈这么大个儿，多大个儿？这么大，这么大个儿。哎，大蝈蝈，这是马鞭嫁接的。大蝈蝈，你见这蝈蝈都什么色的？这湛青碧绿啊！哎，他这蝈蝈不见什么色？紫红色，跟这大褂一样。哟，他这是胡萝卜抠的吧？对，活的啊，活的。那四个眼珠子瞪起来之后，呵，精神极了。四个眼珠子啊，叫起来，呱呱呱呱，叫满了音儿，整个叫满了音儿。他一看看上这个了，哎呦，我喜欢这个，拿走拿走。哎，人参果了，拿走，拿着玩，拿着玩去。哎呀，让他拿着玩去。他把这个就拿走了，把这马呢就换给于谦了。好，他拿这东西他嘚瑟呀，高兴。你像你回家不得了吗？是，他不去，找一茶馆，往那儿这么一坐，要一壶热茶，拿出来他要显摆显摆。看咱这个蝈蝈，拿出来这外行，拿出来打开盖啊，您得亮一亮。他不去，打开盖一瞪黄，那蝈蝈，哟，好，出来个鸡啊，这是。什么情况？是蝈蝈吗？这蝈蝈咱不会小啊，是吧？要打鸣了，这是、啊、什么情况？蝈蝈惊了，蹭楞一下子，怎么样？蹦起来了啊！刚倒一碗热茶呀，这蝈蝈扎一猛子，噗，哟，掉里头了，哦、连烟带烫，那蝈蝈，蝈蝈死了。哦，蝈蝈一死，他一看，哎呦，我那黑色的大白马，掉茶碗里头淹死了。明白吗？他是拿马换的蝈蝈。对呀。哦，把人家这烫死了，那马不给他了呀。哦，拿这么一换算，对呀，就如同这马烫死了，回不来了。好家伙，明白了。您擦擦汗，您擦擦汗。哎呦，我还行倒是啊。哎呦，是你客气客气吧，不容易，是不容易。哎呦，您就是我的恩人。啊，您就是我恩人。那当然了。刚才这套说的不错呀。说挺溜乎哈。是吧？不错不错。气死我了。确实是。那马跟那蝈蝈一换，对呀，蝈蝈一死，如同马我也落不着了。啊，当然了，没你嘛事儿啊。哎，辛苦您了吧？哎呦，您客气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好，今儿咱走吧，咱走吧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你这接孩子来了？干嘛？哎，多穿，多穿些日子。多穿多穿。穿什么时候？刚才说是十天不是吗？24号。十一天。十一。费这么大劲，多穿一天。行，多穿一天是一天。十一天，就这么办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办了吧。那咱商量好了啊，36号给我送去。
哟，遇上一傻子，那咱就好算账了。啊，36号行。啊，多少号？36号。多少号兵？25号。2月36。25号。哎呀，这有谱没谱啊？你行了。嗯，穿的时候在意点啊。多在意？你看我脑袋还罩着罩着，是吧？嗯，你平时怎么还喝奶呀？是怎么？行了，我得补钙。行了，再聊会儿。行，还聊啊？行，太续分了。行，您别给他胆了。嗯，您那手比那还脏。那是。真不是玩意儿啊！真是，一换神没落着。你可这么说倒是对啊。我说话就爱抄劲儿，其实不是云山雾罩啊。蝈蝈没有了，马也没有了。对，得了，学嘛去吧。嗯，我还得找玩意儿啊。哦，我就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啊。哦，愿意逛这个。我就瞎溜，溜了以后没什么意思。嗯，我也不会挑。嗯，干脆我就找几个小哥们儿散散心。哎。找几个哥们儿聊会儿，吃点东西，哦，喝点酒。好，我就奔了一个烤鸭店。嗯，我最喜欢吃这个烤鸭子。嗯哼，奔烤鸭店喝点去吧。找了三五知己，上二楼。嗯，哎，这屋空气也不老好的。嗯，把窗户开开。哎，点菜吧。嗯，点，来个糖拌西红柿，来拍黄瓜，来点炒绿豆菜。炒点这个，好，这做了一桌子兔子。嗯，来点素菜，太素净了。主要是吃这个烤鸭。哦，咱要是精品不精品，我们几个人正议论呢。嗯，从窗户外边飞进了一只烤鸭子。这烤鸭子还没脑袋，哟，得了，甭点了，撕这个吧。可以了，就吃这个。可以了啊，你这麻药劲儿没过去啊。没有，我今儿换药了啊！坐那儿吃饭，打外边飞进一只烤鸭子来，没脑袋，你这叫胡亲。二楼，几楼也不行啊！不，这事儿有人知道。谁知道？他。啊，他不是歇够了吗？哦，好。哈哈，阿峰，嘿嘿，阿刚，又来题目了，又来题目了。有几个人在外边吃饭，他是这么回事。人家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是拿马呀换的那个。好，可以了。马一趟死那演完了，那演完了，行了，那这马歇会儿吧啊。哦，有几个哥们儿啊去吃烤鸭子，吃烤鸭好。哎，坐到二楼，窗户开着，没等点菜，飞进来一只烤鸭子，还没脑袋。哦，您看看这个事儿，您这是瞎说呀？你看看。羊毛枕没挑啊，你看看憋得你胡说八道，羊毛枕都被人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哪有这种事情发生啊？哎，那个鸭子能从窗户外，你看等会儿还穿不穿？哎，25号还穿不穿？能从窗户外边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又来了？25号吗？二楼飞烤鸭子没脑袋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哦，这个事儿也是他说的？你没有？有，有，好啊，太棒了，必须得有。好嘞，啊。有，您给讲讲吧。啊，非得讲一讲，多新鲜呢！他这个观众不爱听了，已经不能哦，不能。他这个主要就听这个。为什么他从窗户外边能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呢？为什么他这个烤鸭子呀？哎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他这个他活鸭子他也不好飞呀。你问谁啊？是不是啊？他还非得是烤鸭子，活的就飞不了了。哪吃的饭？哪吃的？鸭子楼。鸭子楼这个鸭子它特别好啊。是不是？明天你可以尝尝去，是不是？它这个鸭子楼，它这个烤鸭子，它这么，它愣飞到二楼去啊？哎，这东西啊，它因为什么呢？这里有物理学，你初二可学过啊？哎，要开始欺负人了。物理学，它这个鸭子烤的时候，它烤鸭子它有热气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哎，烤鸭子有热气儿啊！哎，实际上它不是飞，它是拿热气儿一吹，跟热气球一样，热气呜，那鸭子，哎，就上去了，身临其境，明白了吧？哦，这对呀，它底下有火，火上有气儿，对，所以说一下子呼噜呼噜就上去了，就飞了。那你看那包子铺那包子。卖馒头的，蒸花卷的，银丝卷儿，一掀屉都飞起来了。你那包子、馒头不能飞呀、啊？那鸭子怎么就能飞呢？鸭子有翅膀啊，包子有翅膀吗？
包子还有褶呢。哎呀，褶那褶不得拧着就上去了吗？那不行，您这有点童话故事了，是不是？鸭子有翅膀，它就是它这不就催上去了？那也不像人话，也不像是它。别忙啊，它是这么，我再给你解释 啊。鸭子，它这烤鸭子，它这个一般来说，它都是这鸭子，你说它也挺难受的，这是是是，是不是？你比鸭子还难受。哎呀，这鸭子，你说它这拔毛时候就够受罪的了、啊，对，给挂在那儿，它愣烤 啊。你这东西，哎呀，这鸭子这越烤，你拔完毛之后本身是凉的呀。啊，你刷黑油漆呀、啊？哎呀，呵、哎，这刷黑油不管用，跟大白马一个道理啊。把这羽绒服给我拔了，我都冷啊。哎，恨不得有点热乎气儿才好了。嗯，嘿，一会儿来了啊，呵，底下烧上火了，高兴了，呵，我也终于暖和起来了啊。但是这个火有点过旺了啊，火有点过旺了，我可烧的有点难受啊。烧的实在难受了，我忍不了了，我怎么办呢、嗯？得了，我飞了就飞了吧。他是赌气飞的。你跟谁怄气呢？你啊！你让人拔过毛是怎么啊？你烤过呀？这鸭子它怎么飞的呢？不像人话，还不像话。你知道你说呀？我知道它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它鸭子楼的鸭子，它怎么的？对了，别地鸭子飞不了，哦，非得鸭子楼的鸭子能飞。凭什么呢？鸭子楼有外卖。有外卖，这我没猜着，您再说一个吧。没猜着，我给你解释啊。好的，鸭子外卖跟您平常订那个外卖不一样，这送外卖的呢，他弄这么长啊，一根小扁担，啊，头里有一钩，这钩呢挂那鸭子脖子上，挂在这儿，哦，他这么着撅着，给送去，拿袋一套就捂了，嗯，这么着送去，这小伙计呢，这么着送这鸭子，哎，送鸭子对面来一人呢，没留神踩着脚了，俩人因为这个打起来了。哦，哎，这小伙子山东人，背着这个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看你走道踩脚了，踩脚怎么了？我还打你呢。又说你打我，我拿小扁担揍你。呵，注意这字眼了吗？我拿小扁担揍你，拿扁担这么你揍。哎，行，那看明白了啊。他可就忘了，这个扁担上还挂着个鸭子呢。嗯，这鸭子脖子多糟啊。嗯，鸭脖子挺细挺长的，是是，见过见过，拿钩勾着呢，这一甩怎么样，这脖子就断了。哦，那鸭子就飞出去了。 哦，正好那窗户开着，鸭子从那窗户进去，吧唧，正好掉这桌子上。嗯，他们一看，哟呵，从窗户外边飞那只烤鸭子来啊，还没脑袋，咱吃吧。吃这个，那脑袋呀还在那钩上挂着呢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气死我了！多简单的道理，你说说。我头回听说这个故事啊！哎呀呵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嗯，作文拿过奖吧？嗯，拿过三等，不错不错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还跟我想说的一样。你想说你自个儿说多好呢？不不不，哎呦，这真不错吧？像话吗？从窗户外飞烤鸭子，这飞一碗嘎巴菜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差一点我就嘎巴菜了。你太可咱走吧，咱别别别，去，谢谢你，我给你鞠上一鞠。哦，放学了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可不嘛，多穿。刚才是25号，25号，嗯，穿一个月还不行？穿一个月啊？315给我，315打假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行，咱就这么办了。315给我，咱走吧。别走，差不多了。不不，还有一个话题，还有话题呢，还有一个话题。哎呦，那您快点啊！哎，栾云平，哎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嗯嗯，要是刮风把井刮到墙外边，别说了啊，我不想知道。他那是把墙刮进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问题，这不重要啊。我刮墙外边啊，老太太八个指头戴十个戒指都不用告诉我。哎，没问题，没有。电线杆那儿接苹果，这都不要。开水里养活鱼，都不要。卖烟卷跟豆儿墩，是是是，这咱都不说这。其实这可以说说呀，这个下回吃完这个脚丫子呢？哎，烤啊，不，先吃的烤鸭子。嗯，再吃的脚丫子。我们吃脚丫子。吃完这烤鸭子呢，就各回各家了，我们就就地解散了。嗯，我就回到家里边，我就靠这被窝垛上，还是想我这马，嗯，想我这蝈蝈。原来我不行这草虫，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你靠那被窝垛上啊，你趁这么一钱，你这屋里边这装饰差点啊。我喜欢这个金被窝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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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这被窝垛上。嗯，我原来不怎么喜欢这草虫啊，自从于老给我这蝈蝈以后，我对这草虫有点迷信了。哦，我就开始喜欢了，爱上了。对对对，
我就想我多得我也得买去，正想着呢，嗯，就听外边嘟嘟嘟嘟，好来了，嘟嘟嘟嘟，我一看什么动静 ？BB 机，哦，好家伙，不是你把那金被货卖了买个手机不好吗？我就这年又没有 BB 机了，嗯，我仔细听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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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蛐蛐，嗯，就是蟋蟀，我懂我懂我懂，这天儿，嗯，还没停暖气呢，啊，居然有蛐蛐，嚯！我得找去啊！哦，这蛐蛐有长寿基因呢。是是是，还活着呢。我出这院儿，嗯，我一听，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没在这院儿吗？在哪儿呢？在胡同口呢。好，我就出这胡同口啊。我听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在胡同口呢。没在胡同口。在哪儿呢？在宝鸡道呢。我的天爷啊！我到这宝鸡道，我听嘟嘟嘟嘟。哎，这回有了。没在宝鸡道。那在哪儿呢？在唐山。好，还怎么走啊？在唐山，唐山，我这大车票奔唐山去吧。唐山有个地名叫小山，那是个老地方。我一听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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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真是在这儿。我就在那儿了。我当时一看，这么点儿一小砖头啊，压着这蛐蛐。哦，那没多大。我拿起这小砖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怎么了？这蛐蛐啊，我没见过。蛐蛐脑袋跟咱剧场这么大。好家伙啊，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一样。哈哈哈哈，蛐蛐这身长多长？十六节火车的长。好，蛐蛐这翅膀这就可以了，四个背部这么大。可以可以了，他还叫你就不用再叫了。这是不可能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不是，这事儿有人知道。谁知道？您问他去。哎，老高啊，哎，这就凉快多了啊。哎，打这儿听见有蛐蛐叫，由打宝鸡道一直吹到了唐山。胡说八道，小木头拉开了，看见他，哎呦，这脑袋跟大礼堂似的。不可能。哎呦，那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，吃饱撑的，身子就跟火车似的。没这么回事，这事儿他说的。我说的。你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马褂给他了。这儿呢。我不辛苦，我这就歇工呢，我这啊，嘟嘟嘟，哎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是连着四天，对，啊，德云社的相声专场，嗯，其实这个演出呢，我们是去年十月中下旬定下来的，没错，啊，是个系列演出，原来计划是春节后先唱三天京剧，哦，麒麟剧社前些日子不唱了吗？对，连台本戏包工，头本、二本、三本。三本包工唱完之后，我们是有一个古曲的系列演出，哦，就是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营业。嘿，包括这两三年我们招的这几十个孩子，连唱了再弹的正式对外，包括我们的老艺术家们，这个古曲演出之后，然后最后是四天相声蹲底。嗯，但是我们这古曲社的老演员、老太太、老先生们都七八十了，对，扬完了之后都喘不上气儿来。嗨。慢慢恢复，啊，所以说老太太们说再还我们些日子吧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合同也都签完了，嗯，所以呢就把中间古曲的演出我们就摘出来了，嗯，搁到五月份，哎，过些日子，啊，所以说您看前些日子我们在天津唱了三天京剧，然后这儿有几天相声，它是这么一个原因啊。这几天呢你就是于老师不在，哎，拍戏，于老师是去年跟人签的合同啊，也没想到现在这环境啊很顺利了，嗯，是于老师那时候我跟人签了俩戏，我说你去呗，是吧，是女演员也挺好看的啊，嗯，啊，就图这个你天天跟我们在一块儿有什么意思，是吧，我说你快去快去，于老师说我看看时间，我争取四月底或者五月份的演出，我怎么跟组里打架我就跑出来哈，啊，我说你不用，嗯，就跟人请假，请假你就是来再回去呗，哎，啊，到时候再商量啊。这些日子呢，所以说昨天开始头一天，嗯，今天是第二天啊，明后还有两天，今儿是跟老高小栾一块合作，啊，哎，我们的荣幸，您带着我们。老高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演员，哎，有什么特点？你看昨天张云雷在这演，昨天站台上都演晕，嗯，他那个观众小孩们都是啊，跟那儿哦啊这么叫唤着高兴，比较热情。哎，你看你高老师的粉丝呢，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。还有实在来不了，所以我们说话他就是我不敢大声说话，我怕吵醒了高老师的粉丝。好，啊，我给人说睡了。
他经常这样、嗯、这个就说明什么，就说明我们这演员就是麻不良相，各有所长，哎，特点不一样、哎、您说爱听网红风格的我们有，是对吧，你爱看好看的我们也有，哎，你要爱听老艺术家范儿的我们这儿也有，各式各样的风格，这四天查开了，哎，给您凑齐了，满足不同观众的不同口味，想得多周到，不一样。听相声也如此，有爱听闹腾的，对，这观众啊坐那儿跟着一块儿较劲啊，哎，也跺脚跟着喊喊好、嗯、痛痛快快一身的汗呢，呵，打这屋出去就跟 洗完澡似的啊，哎呦，再受了风啊，也有爱听老高这样的，这跟听戏也是一样，嗯，听戏的观众就是有的。爱听那个高门大嗓拉着鼻儿跺着脚唱戏的热闹，有的呢就爱听那个哎韵味啊腔啊字儿啊，您不爱我爱，这个上品，嗯，哪怕剧场就卖四张票，哎，这四个观众跟这演员他们也高兴，哎，都挺好，这就是口味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就是艺术这东西，什么叫好，什么叫不好，你觉得好就是好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，哎，没有标准。你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，我是这个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，嗯啊。您这可是举例子，我说举例子了吗？您比如说嘛。哦，那完了，那这刨了，我来 啊。因为我这是我当年在清华的那会儿，我好。您这就没劲了，您这啊，对，你看，有同意的，有同学来了 啊，就是你比如说就英语，当然我最好的是化学，嗯啊，化学，我就喜欢。化学也行，这没问题，有人喜欢化学，不是，是有喜欢历史，有喜欢地理，我喜欢化学，他初三才开化学呢。我们那会儿叫育红班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，我们小时候就是上学之前学龄前有那个，就我们胡同那会儿有这个，天津市红桥区啊，我就小时候住红桥，对啊，汉桥啊，同义庄啊，西余庄啊，北竹林呐、啊，嗯，那是我的领地。那会儿我好，我小时候在那儿上学，我们小时候上学六岁半七岁上学 啊，都那样。那会儿因为刚七岁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会儿北大来找来了嘛，北大、嗯、哇。人家找来，我父亲说不行，太小，太小，去了那就尿了什么也没人管，然后就没让我去，没让去呢。正好家门口有育红班嘛，哦，育红班有那个化学特长生，嘿，你行，这说就化学方面确实有点天赋。您喜欢这？您那会儿天儿不怎么这么冷啊，一下雪就那么厚，真是。哎，所以一到它雪化了，我们就上街就玩去，就喜欢化雪的时候啊。哦，化学呀、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老高是我们这儿高学历，什么高学？原来是那个海鲜大学，不是有这学校吗？叫什么？我们那叫农学院，不爱提这学校啊。他真是，他正经天津这个大学生。对，哎，在这个农民院那会儿，农什么？农学院，农学院，哎，农学院学这个海鲜系什么？水产养殖专业，那不就海鲜系吗？反正意思差不多，是不是？淡水他也行，主要学淡水啊，那挺好啊。所以这个高淡呢，在我们这儿摘了。您别提我外号啊！不是淡风这个人，我们您不提，我就学水产的。哎，一晃也来了好些年了，十好几年喽。这是我师弟，对，这是我师弟啊。他的老恩师是我们相声前辈，樊振玉先生。哎，就住这门口，这老前辈了。一晃，高峰在德云社来的年头可不短了，十八年。他来时我还没来呢，好家伙，我是那创始人，合着。他来时候，他那会儿说创死过人，创死过谁呀？创死过人吗？没有啊。不是，您是创立德云社。哦，行，那您来了可年头不短了，十八年嘛。那我分你点股份吧，好吗？嗯，你别看我没有股份，我给你编一点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那没有用啊，那玩意你看你这孩子、嗯、我一说有你就点头就行了，点头，对，呵，都是股份，哎，太好了啊。嗯，高奋这个人呢，哎，又来了，高淡、啊、高股、啊、那个没股，我是高奋。行，那高老师给大伙儿唱个太平歌词吧。我给您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您别鼓掌，您真爱听这玩意儿啊。人家是希望您给人唱点什么。我昨儿唱来着，哦，昨天跟张小辫儿我们这儿还唱了啊。来一个，来就来一个啊！对，你看看，嗯，来什么呀？来一个。我这说太平歌词，他要叫小帆，你这玩意儿讲理不讲理？那是一回事吗？那个啊，因为这个上岁数了啊，年纪也大了哦，不像年轻的时候嗓子这么冲了。您刚才哎，好的，嗯，这是嗓子不冲吗？这所以现在有时在台上不是不想唱，身体盯不住啊。刚才不这样。行，那大姐让唱，我就唱两句嘛。啊，您给人唱。唱什么来着？管什么？三板斧。啊，
好，这个你看，这个这大概这五六位，我让我很感动。嗯，就说明他们对相声是特别了解的。为什么呢？啊、他是行家啊、哦。那个工作人员给这几个弄出去。哎，好。你这样的观众不好糊弄。嗯，是是。刚才有人喊的骷髅炭是吧？对，嗯，那骷髅炭呢？唱不唱？多说两句不累，你知道吗？哎、就是太平歌词《骷髅炭》。嗯，没有这个名字。那这哪来的呢？骷髅炭是我编的这个名字。哦，您给起的。因为当年呢，这个唱太平歌词啊，反正也知道是哪段。嗯啊，后台有时候瞎起一个小名字。你比如这骷髅炭，啊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捣尘烟啊。对。其实后台说这就唱一个死要财、哦、他就说那骷髅站起来找人要钱嘛，讽刺那个人太爱钱了啊，他叫死爱财。嗯，因为他这个后台说还行，是是，你真搁在台上，你让主持人说他也不像个名字，也不好听。那我就给编了个名儿，编叫骷髅炭。嗯，后来我看他们出版物还都正经写上传统段子骷髅炭啊、哦、我应该找他们要钱去啊。对，嗯，唱几句您听听啊。哎，您来来，要是嗯，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在网上说郭老师看着老了，哎呀啊，岁数也大了，声音也没有原来冲、嗯、啊，人家说的对，所以说呢达不到您的要求，您各位多原谅啊，多客气。 嗯， 嗯，但是敲桌子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，谁敲都这么大声。还行啊、嗯、呵，太行了，遇见了、哎、好，您这深一条遇见了骷髅倒我在尘埃、嗯、庄子兄一剑发了此音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一半儿红来一半儿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不要粒儿指的是女裙钗，用金簪这个巧牙关关下了腰，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兄闻听长叹气，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。上岁数了，唱的不好。哎呦，您唱的太好了，声音也没有原来响亮啊。嗯，行，你们这么捧我们呢，挺高兴啊。您也不是客气。嗯嗯，这个那就把他们都叫上来一块玩会儿吧，好吗？哎呵，太好了，来吧。您干嘛？来，我们从头再介绍一下啊，打那边开始啊。这头一个啊，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。高峰高老板，嘿，就这么一指，我指一下我儿子啊，哎哎哦好，我的椅子干儿也是我徒弟李鹤东，也都我徒弟了。高九成，那个狗啊，张九南，我徒孙了啊。侯小楼，高小贝。徒弟郎鹤炎，张鹤伦，哎，这个是我干儿于老师的徒弟冯兆阳，嗯，这是我徒弟我们主任啊杨鹤通，旁边那大个是我们这儿的大辈儿啊，我师叔啊，但是台下我们俩把兄弟，也是我兄弟啊，这哪说理去啊，这是少谢爷啊谢金。主持人少侯爷侯震啊，都认识。
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观众们想看看演员们的小才艺哈。让谁演一个呀？谁？张鹤伦啊，那行，挨个来，轮儿过来。张鹤伦是我们这儿才艺咖，我成才艺咖，综艺嘉宾啊，哎呦，综艺咖，搞一个，搞一个，哦，啊，好好，哎，好，这，哎，好了，行，挂了吧，哎，听他们，对，好嘞，听他们喊张世龙，这我又改名了，小妹儿啊，来吧。哎，这个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昨天的演出啊，特别的优秀，特别的精彩。昨天有个返场啊，这个九海啊唱了一个队长之歌，我这个网上抖音啊各种短视频啊都刷屏了。我今儿呢也是今天刷到这个视频，我就补两句唱回应一下这个小视频啊。啊，昨天虽然你不在现场，对，啊，但是充满了我的声音，我希望师傅把这个钱给我补上，啊，好吧。你是谁来着？贺伦儿，快起来，快！我没蹲下，蹲你旁边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啊！不能，我不能像那个孩子似的。那行，来，那个来两句啊，什么调来着？行，就算唱完了。哎，别，我对。我就是六队的队长，现在我很紧张，听说九海把我来唱，哨兵还要替我的当，师父就在身旁，他却歌颂队长，只能说他情没有情商，只能说他不要，要缓缓，要缓缓啊，重来重来重来好吗？重来，这个，我你给我个机会，要不说你不长毛呢，跟狼和人一样。不许这么说，你说哪个兔子？聪明的脑袋不长毛。不许这样啊啊啊！你要再唱一遍哈，再唱一遍，他们会原谅我的啊。你的时间到了，别再唱一遍好不好？来，给个机会啊！我就是六队的队长，现在我很紧张。听出来了。听说九海把我来唱，哨兵还要替我的当。这是替两回了啊！师父站在身旁，他却歌颂队长，只说他没有情商。你夸我呢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师父最在乎的只有于大娘。胡说呢啊！郎鹤炎，来啊！好，好，哎，看你跳舞，别你的舞迷都来了。那个小他来那个 IMJK 特别好玩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真来这个师傅。那边有点刺的话筒，没事。喂，啊。那个其实不是主要听声音啊，是看身段啊。My name's Chick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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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cky. My name's Cha Cha, Clam, Clam, Cha Cha Cha. Chicky, Chicky, Boom, Boom. Chicky, Chicky, Boom, Boom. Chicky, Chicky, Boom, Boom. Clam, Clam, Cha Cha Cha. 哎，我还来不了。高小贝来。高小贝这个他没有办法。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他爷爷我们都是朋友。是爷爷啊，所以说那会儿来的时候他爷爷带来的，就跟着小，你想那也没法收他徒弟，就只能往下收，就是让栾云平他们收他。小的时候就特别可爱，那会儿也没觉得怎么着，这后来突然间一下，你现在得有个一米四五吧，差不多。啊，一米四六。给大伙儿表演一个什么呀？那我也唱两句吧。好，啊，行吧，我唱一个李荣浩写给我的歌。龙字儿的。嗯，龙字刻的。荣啊，李荣浩写给我。贝贝，谢谢。这个哎，还真客气，你看吧啊，来侯小楼来啊，侯小楼跟高小贝两人一场。这个刚才在后台我还感慨了，又高又胖啊，小的时候也是特别可爱。我对他印象最深就是小的时候老捧了一个巨大的水杯在后台，
啊，就出溜出溜，出门进去那一会儿就灌回水。那会儿老逗他，德云社那锅炉有一半他喝的啊。今年多大了？26。你都26了。哎呦啊，来吧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什么呀？我直接来吧。好，抖音上看的。哦呦呵，还真说实话。嗯。喂，恰恰我先从四面八方来。您要理解一下啊，因为一个团体要400多说相声的，这玩意儿不好管啊。行，挺好，就算演得不错了，就算演不错了啊。谁？啊，有喊李鹤东的，哎，来，小伟，快来。李鹤东是我们这儿好孩子啊，又是我徒弟，又是我儿子啊，给他们演一什么呀，孩子？我这个演得不错，演得不错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哎，快回来。再翻个头，嗯，翻个头，我不是表演一个，我主要是爹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哎，我这个唱也唱不过人家啊，跳舞我也跳不过他，嗯，这兜里这卡簧也生锈了，哎呦，实在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合适的节目，真的，那你点一个，你说让谁来？让谢金来一个，赵谢是吧？怎么样？大辈儿，快来，来老谢回来啊！这个人家家四辈都说相声的了啊，他父亲是我们相声前辈谢天顺先生，所以从人家里来说，人家辈儿太大了啊！你想他比我还大一辈儿啊，他是我的师叔啊，师叔师叔是啊，师叔啊，我很尊重他，我一次也没喊过，嗯，因为台下我们俩是把兄弟，我是他大哥啊，这个。所以说就是江湖乱道吧，一说一乐的事儿，我们私交非常的好啊。一般这个场合都小孩们折腾，这大辈儿他稳重啊。哎，来俩孩子拿轮椅推上来才行。您给大伙儿演一个什么呀？那我唱一个这个谭派的京剧版的《学猫叫》。哎呦嚯，好家伙，快来吧！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。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，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你脸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我叫喵喵喵，你说了爱我我喵喵喵，我们一牙起学猫叫。这老骚猫哈，哎，来，少阳来，哎，来，这个是于谦老师的徒弟，是我的干儿子冯兆阳啊。来，少爷，给他们来一个学猫叫是怎么着？我别猫叫了啊！我这样，我找一人，我们俩人合伙。那好啊，这个谁？九南一会儿让他单出头。我是跟高九成，我们俩。那是我搭档。你拉倒吧。我跟你搭档今年演的比你跟你搭档都多。来，你在这边，你来啊，你来这边，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嗯，咱俩来一什么？来一个，就咱们俩最经典的那个。嗨，就《铡美案》啊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了啊。说一声，驸马爷今天看端详，上写着秦香莲他32岁，他状告当头，驸马郎他七顿王他庙皇。下回演这个自个儿带话筒来啊！啊，大通，我们不准备演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没有搭档。大通自己不唱两句吗？来，唱一个，来来，唱一38度6吧。好家伙！拥抱这片绿洲，那热烈的温柔，我放弃整个森林，留下眷恋和哀愁，想触见你眼眸，时间停止倒流。这玩意儿没有伴奏是不好听。在38度6，拜拜。那个狗过来一下，是吧？你都认识他哈？他叫张。张九狗，张九南，张九南，都想听您的。我好像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啊！哎，是，
为什么没有参加演出啊？行，没事没事啊。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。谢谢师傅今天给我机会，谢谢师傅。这个站在舞台上高兴吧？开心是吧？是吧？啊，你好像休息了一段时间啊。啊，八个多月啊。八个月啊，八个多月，有八个月吗？有，师傅，260多天的，261天的啊。从几月开始的？四月份。是吗？啊，行，挺好，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啊，好几百人了，不能一块儿歇，就得倒着班的休息。大家都很忙，你看，这都就是他那集中的替大伙儿休息了八个月。不管之前怎样啊，这八个月想必在家里边休息的也够了啊。是不是重新上台好开心？开心开心是吧？啊，行，那这样的话，这八个月我就没白挺你，谢谢，挺好啊。这个给大伙儿演点什么吧？唱一唱。哎呀，还好腿。不是我跟您在有的时候歇的时间太长是影响。对，我跟您在一块儿紧张是吧？我唱一个那个情人节唱一个王心凌的《爱你》啊。啊，行。情人节祝师傅身体健康。我不重要，你别惹祸就行。行了啊，你不用考虑我，你好好的吧。爱就是让我常烦着你 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飞一点，表现多肯爱你。栾云平通知演出部让他再歇八个月啊。唱的这什么玩意儿，我都没听明白。回来，来来来，再来一个。我唱的不好听是吧？还有多不好听啊？来，随便唱两句。你刚才就够随便的了。唱一个红玫瑰啊。这都是什么？火腿肠啊？我不会唱歌，我随便唱。红玫瑰在天津就是肠子，还得带嚼饼。这情歌，师傅，情歌。情歌啊？情。啊，那是有钱都烤串去了啊！哎，行，快点，我就唱一个，祝您身体健康吧。你闭嘴，你快上吧。好嘞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好着，您别惹祸。好嘞，我，红玫瑰怎么唱来着，哥？啊，红玫瑰，你看来多少，一根还是半根？我想想啊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落空。行，就算唱得不错吧啊。谢师傅。哎，不客气啊，还要看谁的表演。侯爷，侯老师，您的粉丝来了。主持人没有才艺，第二我一表演你们就该后悔了，知道吗？还不如不让演呢。对呀，人说了，这是不是？反正没出正月，先给大家拜年。我一表演才艺呢，就是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你是受了吗？那是的。所以我先回去。行，就算演完了啊。好嘞，来，都往前站吧，都往前站吧。最难惹就是相声世家，我告诉你们啊。来，往前站啊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。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杏花营啊，哎呀，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雨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，哎。
愿各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。来了，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